妈妈骑在脚上拉裤子了，我现在喊他就没有给他洗。哎，涛涛，不是前天我们买那个猪肉，还有那个生菜嘛？然后今天我说要做那个生菜包牛肉，哦，包猪肉吃。然后听说妹妹说下午她也要来，水壶做一起吃一下。可以，那个东西我也吃过一次，确实也蛮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再弄点那个蘸的那个水吧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也没啥事，做点在家一起吃一下，热闹一下。行。那我就不帮忙了啊！你不帮忙，你看妈的就可以了。行。嗯。有啥需要了，等一下你叫我。好，没事。啊，你看妈的就可以了。做饭的是少事。好了，喝完奶奶在这乖乖的躺一下啊。啊。爸爸去看一下妈妈做饭做的怎么样了。啊。啊。小脚蹬的。要不要帮忙？不用了。我已经做好了，就等下再炒一下。哦。就可以了。这肉煮了一下吗？嗯。煮了后等下再炒，更香一点。看着都蛮香的，五花肉。等下一起吃。好。这是啥？就是香蕉饼啊。香蕉饼。嗯。面糊里面放点香蕉。嗯。等一下。等一下用油炸。用油炸着吃哦。嗯。哦。这是弄的生菜。香菜、葱花这些啊，热不热？不热。不热。行，那你要是不帮忙了，我就去看小蜜桃了。啊，你去看小孩吧。啊。为什么？好。等一下去要帮忙结账。行。这样，这桌打开。坐着看。喂。哎，不愿意，还要拍着呢，躺里面不行。屁股拍着，你看，屁股一拍就好了。我看妹妹也来了，饭也熟了，开饭了。开饭了。哇，看着好美哦。要美才能吃完，如果不美的话，害怕吃不完。对。就是我说蜜儿做那个酱，哇，又酸又辣又甜，哈哈，很过瘾。给你这个拿一下。好，这刚做那个香蕉那个炸的那个饼，嗯、好。这个。哇。好，来，让平时吃就快点。哦，哎呀，美得很。做示范。做。你姑包上师傅的吗？也不苦，都是师傅的。做精示范。做。师傅。你看这三个，哎呀。要吃哪一个？看不看了？拿好，拿好，别掉了。来，你不吃吗？好的，汤圆。汤圆来。你不吃？有香蕉，里面有香蕉。有香蕉的，好吃。想吃死。我要给你咬一个啊！你好肥啊！就是生菜里面。包个肉，放点葱，放点香菜，放点，然后这个灵红汁一定要浇这个，嗯、哎，我说的嘴都流口水了，哇，这么多人抱小蜜桃呗！哎，魏哥来了。哦，过来。嗯，之前没见你做啥嘞？啊，所以想学车了。学车来了？学车了，刚学车。刚进过拉市了？哦。驾照拿了？拿了。所以我看，我看这么强的。热的家。啥季节？加热。哎，我看你学驾照还快得很，才多长时间？不到两个月，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啊，考了，还快的。你这个驾照咋没晒黑的？人家都学个驾照晒的黑机，你看去。学校不是有个室内考场了？室内考场。哦，难怪可以了，不去时间。考考三的。考三都在黑头的。都在黑头的。
哎呀，智慧智慧师傅，尤其是夏天热的时候啊，油盖子欠货多的。你这是啥哪个驾校的？这宝鸡女子驾校。女子驾校的，好，好，恭喜你啊！嗯。小米头，哎哎，我个，哎哎，是你爸做啥的？哎，前头妈妈去，长长也长我似的，越长越像米了啊！像米。刚开始时候还是长得像啊。哦。人家都是有些是像我妈，像她婆。哎，人家有点像她。有点像啊。血缘这关系，只不小米的。你说，越紧张越看我，我买嘴。哎，年来嘴。把你活活吃过了。这样会做到两块的，两块的啊。胖啊，这两天几个都吃筷子，我不是接到驾照了。啊，有个驾照今天考出来了。驾照来了，恭喜恭喜！一般吃个饭热闹，开心，然后去吃个饭。行，恭喜啊，哥哥。去安徽样子。好。那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几个去的就行了，我要睡觉的呢。不是小米桃过满月的还剩几瓶酒吗？啊，等一下给你们拿几瓶拿过去喝吧。那行，嗯、那就在家好了，也天黑了，嗯、等下回来时给你带点。哎，这边吃的多了，不用带，你们吃好的就可以了。行。嗯。家，那给哪个？今晚咋？我请我。那家伙。我请我去，再接的。好的。你看一接。哇，这到夏天了，夜生活也丰富了，外面好多人在这边吃夜宵的。这是找张梦烧腊汤吗？锅炉的，要做个火锅味的。行。这灯啊，行。给就开去打吃狗去。啊，给侄女过满月了，我给煮的。这个啊，你怎么执意啊？我那个倒是平时在同学咋的嘛，他家的。我煎火锅。我煎火锅嘛。还去料理。料理。少干，今晚少的。今晚少。今晚比。来，我不来，我把你顶上来了。恭喜啊！嗯，恭喜你！感谢！恭喜！哎，你拿个书包，你到直播室。小袁，你不吃饭吗？我吃饱了。安子欣，不吃饭吗？